我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這個 Incubation Programme 給了很多 media 的 referral 我們，去令到我們的品牌，我們的公司由一開始沒有人知道，去透過媒體的報導給更多人認識，而這些 media 的 network 是透過自己的話是未必找得到，是真的 through iDendron 的 network 去 refer 到給我們，我們才可以得到那些報導和採訪。其實有兩部分，一個就是 mentorship program， 第二樣東西我很 treasure 就是 COVID 之前是有一個泰國的 trip 的，我 within 三天裡面我是知道了整個泰國的 culture 的 ecosystem 或者個 startup 是怎樣做。如果你是想做 raw expand 去另一個 country， 我覺得沒有一樣東西你可以這麼短時間去 get to 到。